Twins 今年正式踏入第11年，推出最新专辑 To Be Free。 此次是 Twins 出道以来在唱片封面造型上突破最大的一次，因为封面上的 Twins 裸露上半身，钟欣桐仅用一只鹰遮挡胸部，蔡卓妍则是大露一背。 To Be Free 的封面如此大胆，也是为了配合专辑自由的主题。姐妹两人也表示，目前是组合最佳的状态，每人都已经从各自的低谷中走出，所以现在很自由很轻松，很享受眼前的幸福时光。所以我和阿嬌入了行已经10年了，又经过了很多不同的事件，所以其实我和阿嬌都觉得现在这个时候是这么多年里面最 free 最自由的时候。